红薯焖子，就山本圆子嘛。嗯，嗯，我妈做的。对哈。有什么？好像吗？嗯，吃个排骨呗。吃排骨。收藏。再来一个。不要压下面太烫了，吃个肉吧先，晾一下。今天吃羊肠，加点料汁。一只羊排，吃一口啊！哇，没辣。都不知道咋发了，还先吃骨头吧，扒不动。腌了。吃个寿司。
我先吃的。你吃哪个呀？我就吃你手里这个，没了。你不是爱吃生的吗？给你一个虾的吧，这个，看一下好看吗？我饿昏了。再吃一个这个的。这个鱼片掉了，看上。这个有点齁嘴，很不好咽的，带鱼的。虾，大虾。嗯，北极贝的干哈、啊、真你这个人真的是烤个鱼片夹着吧。嗯，黑虎虾腌了两天，这次应该够味了吧。给我姐那拿来的，这自己买太贵了。虾就是好脱壳哎，整只的。大个儿的。虾脑